干嘛不说话？因为不说话的时候，喝酒啊，喝完酒以后看谁都懵懵。我觉得我每天都懵懵。当然是解决完一道难题之后，表情一定懵懵。现在的我就懵懵的。我觉得只要心情开心的时候呢，都会懵懵的。我是二喜，二喜不应该什么时候都懵懵的吗？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萌萌哒呀。微微，想睡觉了。啊。